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泰坦巨兽从黑暗时代就已经存在，它们维持着地球万物的运作，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头来自地外的怪兽将会打破这种平衡，它携带着毁灭与恐惧来临，让大地裂变，让天空燃烧，直到一切再次回归前迹。今天我们要讲的正是一场怪兽之王与泰坦巨兽之间的大战，希望所有哥斯拉真爱粉能先来一波点赞评论加关注，然后跟着我一起走进不为人知的怪兽宇宙。随着地球防卫队的三枚核弹在海沟中爆炸，哥斯拉被数万吨巨石所淹没，克莱格人和海底王国的阴谋也彻底覆灭，人类世界的秩序开始重建，大部分泰坦巨兽都被送往怪兽岛，由地球防卫队的怪兽研究小队负责看护，所有人都相信哥斯拉已经死去，世界将会恢复平静。而这种平静的日子却在哥斯拉消失之后的第四个年头被一场新闻发布会所打破，福特加国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研发出了具有毁灭力量的初代基隆，将会成为未来掌控世界格局的关键。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任何国家都能拥有一支守护领土的战争武器。为了更有说服力，他们甚至还抓来了安基拉斯作为实验品。殊不知，这场发布会正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安基拉斯是哥斯拉系列电影里的经典怪兽形象之一，虽然实力并不出众，却有着一股出乎意料的韧劲儿，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都从不退缩，曾经数次和哥斯拉并肩作战，打败了无数强大的泰坦巨兽，被誉为怪兽界的平头哥。身披坚硬鳞甲的安基拉斯在初代基隆面前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各种致命武器在他的身上不断爆开，片刻之后就倒地不起，奄奄一息。地球防卫队检测到了这场战斗引发的波动，便派出怪兽研究小组前去调查，谁知还没来得及救助安基拉斯，他就被基隆再次抓走。小队打算跟着他们前往研发基地，却在建筑外围遭到了火力拦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安基拉斯被关进了监牢。与此同时，北极的一座冰山突然闪烁出蓝光，狂暴的原子能让冰冷的海水都为之沸腾，哥斯拉在消失了四年之后终于回来了。数个小时之后，哥斯拉就咆哮着在城市登陆，他狂暴地摧毁着眼前的一切，手里还轻描淡写地抓着一艘核潜艇，把怪兽之王的超凡脱俗的气质衬托得低调而奢华。城市里的人们惊慌失措地涌向避难所，地球防卫队也派出战机进行拦截，但是却根本无法阻拦他分毫。而研究出基隆的科学家在知道哥斯拉的回归之后，也缓缓地露出了真面目，他竟然是克莱格人的首领，在上一次侵略地球的阴谋失败之后，又伪装成科学家，利用国家机器制造出了一批针对哥斯拉的基隆大军。此时的克莱格人首领无比的兴奋，他立刻派出基隆梯队准备生擒怪兽之王，一雪前耻。数架基隆呼啸而来，瞬间包围了哥斯拉，无数飞弹在他的身上爆开，如同星云般璀璨。大哥想发射原子吐息，却被另一头基隆强势打断。在基隆们猛烈的攻势之下，哥斯拉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他的身上插满了手指飞弹，眼看基隆的防护罩从四面八方压迫而来，只能使用热辐射勉强抵挡。基隆和摩杰拉一样，都是地球防卫队对抗怪兽的战争武器，也是哥斯拉系列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角色，首次登场于1974年的电影《哥斯拉大战机械哥斯拉》。初代基隆身上装备着各种致命武器，头部能射出毁灭性的太空光线，手指是强有力的导弹，甚至还能通过旋转头部释放防护罩，非常的犀利。在最新的电影《哥斯拉大战金刚》中，战斗力更是突飞猛进，成为了最终 BOSS。深陷困境的哥斯拉越战越勇，数头基隆在他的反击之下被撕成了一堆废铁，但是基隆的数量实在太多，下一刻大哥就被集体发射的太空光线所淹没。能量乱流消散之后，哥斯拉已经倒地不起，他的四肢束缚着锁链，然后被一头庞然大物吊离了地面。王者基多拉竟然也是基隆大军的一员，甚至还被改造成了半机械形态。王者基多拉乃是哥斯拉系列电影中知名度最高的邪恶怪兽，而机械基多拉则是王者基多拉被未来人类改造后的产物，出现在1991年的电影《哥斯拉之魔龙复仇》之中。
这一切全都在克莱格首领的谋划之中，他在很早以前就捕获了战败的王者基多拉，而且还找到了一对拥有心灵感应能力的双胞胎，利用他们来控制基多拉的行动。但克莱格首领不知道的是，这对双胞胎还是巴特拉的使者。基多拉带着哥斯拉朝基地飞去，但是大哥却在即将抵达时突然苏醒，他奋力挣脱枷锁，然后重重地摔下了地面。基隆大军立刻赶来，再次向哥斯拉发起进攻。基多拉释放的三倍重力光线也迅猛而来，但这些狂暴的能量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反而激怒了他。暴怒的大哥在敌人中间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基多拉没坚持多久就被踩在了脚下。哥斯拉打算发射原子吐息，却再次遭到了基隆的干扰，而这道射偏了的原子吐息恰巧击中了基多拉的信号接收器，正在释放心灵感应的双胞胎立刻遭到了反噬。失去控制的基多拉开始恢复自我意识，他疯狂地攻击着身边的一切，基地里的建筑在狂暴的反重力光线中不断倒塌，就连哥斯拉也无法靠近他分毫。就在这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从废墟中传来，被关押的安吉拉斯逃了出来。两位曾经配合过无数次的战友只是对视一眼就达成了共识，立刻展开反攻。基隆大军在这种刚猛的攻势之下竟然失去了防抗能力，就连王者基多拉也在大哥和安吉拉斯联手施展出一招横扫千军之后惨败，灰溜溜地逃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基地被战斗摧毁，克莱格首领决定带着剩余的基隆战术撤退。当怪兽研究小队赶到这里时，只发现被丢弃在原地的双胞胎姐妹。研究小队的成员露西上前去拉起他们的双手，却如同被电流击中，所有的意识在瞬间就完成了交换，无数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浮现。而露西不知道的是，正是这次不经意间的意识共享开启了古老的预言，为世界带来了不可挽回的灾难。因为露西不仅是研究小队的科学家，也是小美人选定的使者，她曾经去过传说中的婴儿岛，也知道摩斯拉隐藏的位置。而此时的摩斯拉却因为和戴魔一战之后身负重伤，已经油尽灯枯，只要双胞胎唤醒巴特拉就能轻易地杀死他。传说中巴特拉和摩斯拉都是由地球意志盖亚所创造的怪兽，摩斯拉代表着守护人类的意志，而巴特拉却继承了所有的残暴和毁灭，他们只要苏醒就会拼命杀死对方，如同白昼和黑夜的碰撞。克莱格首领带着基隆回到了太空战舰，但是他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有一头在太空中游荡的怪兽因为察觉到了威胁正在火速赶来，下一刻太空哥斯拉就出现在了战舰之上。太空哥斯拉是大哥的机细胞被黑洞吞噬之后诞生的怪物，登场于1994年的电影《哥斯拉大战太空哥斯拉》。在电影中被大哥和摩杰拉联手击败之后，就进入了外太空，一直在太阳系附近徘徊，寻找着打败哥斯拉的时机，是一头非常强悍的怪兽。只是一个照面，所有的基隆就被太空哥斯拉全部摧毁，飞船也在日冕光线的轰炸之下时刻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克莱格首领只能放出他们忠实的仆人盖刚。盖刚原本是一头游荡在宇宙中的掠夺者，经过克莱格人的改造之后，浑身装备了大量武器。他挥舞着镰刀般的前肢扑向对手，但是却被太空哥斯拉的制导幽灵结晶困住，燃烧了所有的能量才勉强挣脱，然后只能朝着太空哥斯拉发动了最后一击。克莱格首领看到盖刚无法打败强敌，就向母星发出了求救信号，准备在战舰被毁之前发动终极怪兽武器，和三番五次阻挠他的哥斯拉拼个鱼死网破。谁知盖刚的舍身攻击竟然真的奏效了，太空哥斯拉在和他硬拼一技之后两败俱伤，朝着宇宙深处飘去，而克莱格人的终极武器却已经无法回收，正在缓缓坠落。地球上的哥斯拉并不知道外太空所发生的一切，他正在海中和伊比拉搏斗，两头庞然大物在水中不断翻滚，激起的浪花如同海啸般汹涌。伊比拉是一头变异的大龙虾，初次登场于哥斯拉系列电影《南海大决斗》之中，属于能力中规中矩的打酱油怪兽。在距离这场战斗不远的海岛上，怪兽研究小队也来到了这里，因为当地人在岛上发现了无数奇怪的卵，这些巨卵来自于一个埋藏在地底深处的矿洞，被当作矿石开采出来以后就孵化出了无数的食肉昆虫，
这些长相怪异的虫子凶猛无比，能吞噬一切移动的活物。下一刻，哥斯拉和伊比拉的战斗就从海里转移到了岸上。当伊比拉被一招行云流水的过肩摔放倒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那些怪异的昆虫竟然爬上了伊比拉的身体，把它坚硬的外壳咬得千疮百孔。大哥打算趁机咬下伊比拉的巨钳，但突然感觉到背后有危险正在靠近。他刚闪身躲过，一根锋利的尾刺就擦身而过，刺中了伊比拉的身体。这些昆虫的母体来了，它竟然是传说中的超翔龙。超翔龙是一头白垩纪的巨型蜻蜓怪兽，初次登场于2000年的哥斯拉系列电影《机消灭作战》，拥有吸取对手能量和高速移动的能力。哥斯拉喷出原子吐息，却被超翔龙凭借高速移动轻易躲过，并且开始在建筑物之间来回穿梭，战斗一时陷入了焦灼状态。超翔龙打算从背后偷袭，却被热辐射击中，撞毁了数栋建筑。但是当哥斯拉打算乘胜追击的时候，也大意地被他的尾刺折中，体内的能量迅速流失，而超翔龙竟然把吸收的能量再次释放，把毫无防备的大哥击倒在地。然后超翔龙抓起失去意识的哥斯拉，飞回了自己的巢穴，无数的幼虫正在朝它蜂拥而来。当哥斯拉和超翔龙战斗的时候，两头伤痕累累的摩斯拉幼崽带着小美人跨越大海来到了怪兽岛，请求地球防卫队的庇护。因为露西和双胞胎姐妹的意识共享，让巴特拉知道了婴儿岛的位置。他携带着风暴袭击了整个岛屿，摩斯拉燃烧最后的生命能量才勉强拖住巴特拉，让幼虫的小美人得以逃脱。而婴儿岛的沦陷似乎印证了古老的预言，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正在降临。地球的另一边，从巢穴中脱身的哥斯拉继续和超翔龙战斗，但是克莱格人的终极武器已经悄然而至，瞬间冲破大气层，在他们身旁坠落。然后一头充满着暴力之气的怪兽就在烟雾中缓缓出现了，它就是让克莱格人在宇宙中所向披靡的秘密武器，能够吞噬一切能量带来毁灭和灾难的终极怪兽崔勒伯。传说中让天空裂变、让大地燃烧的怪兽终于降临，地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怪兽之王和泰坦巨兽们将如何应对？地球的初代守护者西萨王又能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转机？欢迎收看下期视频，让我们一起期待最终决战的来临。好。